近日，迪士尼官方晒出刘亦菲饰演花木兰的定妆照，照片中刘亦菲身穿大红色古装，乌黑长发披肩，对着镜头摆出舞剑的姿势，眉宇间散发着英气。据悉，从迪士尼刚刚宣布要拍摄真人版花木兰的时候，主角的人选就各种被猜测，而这次定下主角，迪士尼也是花了不少功夫，用了整整一年时间，在全球考察了1000名候选人。迪士尼要求这美女主角得会武术、会英语、有明星号召力和明星素养，且最好是个华裔，这几条标准全都加在一起，最后决定了用刘亦菲来出演花木兰。这个造型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